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为大家介绍 Kiss Design 这个新的灯饰品牌。从去年2009年成立以来呢，其实我们 Kiss Design 一直在国际媒体上面或者是国际设计大奖都受到热烈的肯定和好评。比方说德国知名的红点瑞大设计大奖、德国 IF 还有日本 G-Mark 等等。现在呢，在我左手边看到的这一盏立灯呢，是 Kiss Design 在今年最新推出的一盏 Coral Reef 立灯。这盏灯呢，设计灵感是来自于 Coral Reef 海中的珊瑚礁。其实它是我们 Kiss Design 从去年2009年开始一直有在和台湾的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合作。那这一盏 Coral Reef 立灯就是我们和海生馆今年第二次合作所推出的设计灯饰。这一盏灯很特别的是，它总共有分三层，就像环礁的概念一样。设计师巧妙地将 LED 灯做分光储存的概念，所以你消费者可以看到每一层环片的灯可以从左到右有0到120度的这样切换，这个灯光很快的就可以自动开启。Coral Reef 立灯运用了 LED 灯最大的特性就是低温不烫手的这个优点。我们每一层环片呢都有96颗的 LED 灯在每一层的环片里面，无论使用者怎么样去触碰每一层环片都不会产生烫手的问题。那在相较于传统灯泡比较起来，其实 LED 灯它更环保更省电。 Kiss Design 呢预计明年在2011年的时候将这一盏 Coral Reef 立灯于全球同步上市，台湾的消费者呢也可以在明年春季的时候在全台湾的设计奖门市购得。